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我们院长、教长、各位法师、各位同学，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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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长，所谓行有结起，行起解决，也就是解跟行当中，要行之前必须要先了解。那么现在呢，我们都是属于教理啊了解的范围。那最后呢，会留下十分钟，让大家提问，要怎么样把这个净土法门这个显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现在还是请大家看讲稿，信愿行，信行愿，含义皆同。我们从弥陀救度而言，救度之方法即是念佛。如善导大师说，念佛三昧为宗，故接着提出行，也就是宗，也就是方法。救度之目标即是往生，如善导大师言，愿生净土为体，故接着提出愿，也就是体，也就是目标。信行愿，愿排在第三与第四目的相呼应。此信愿行之内涵，善导大师观经书所说机法二性以及正定业之文，是最为贴切的。此外，二门、二道、二力、二藏、二教、二行、二业，是核心教义，信、愿、行以及其特色的逻辑关系。机法二性之文，一者决定生性，自身现世罪恶生死凡夫，旷劫以来常梦常流转，无有处理之缘。二者决定生性，比阿弥陀佛是八愿，摄受众生，无理无虑，成彼愿力，定得往生。这两段叫做机法二性，机指根基，能够接受弥陀救度之法的这一种根基。那么法呢，是指弥陀救度之法。那机法这两种性啊，是很深的性，叫做机法二性。那这机法二性呢，它不是各自独立的，它是互相包含的，是一体性的。如果不是包含，是各自独立的话，那也就不是机的生性，也不是法的生性。那么从净土宗的立场来讲，必须要有这机法二性，才算是修净土宗，才算是净土宗的念佛人。同时只要有这机法二性的话呢，那么可说往生极乐世界是确定性的，今生就能够确定往生极乐世界。也就是说，已经不是生死轮回的凡夫了，已经是极乐世界圣众的身份之一了。可见这机法两种生性的重要。
接下来镇定业之稳，一心专念弥陀名号，醒住坐卧不论时节久近，念念不舍者是彼镇定之业，顺彼佛愿故。如果镇定业之稳跟机法二心之稳，都是善导大师在他的观经书里面所讲的，这两段也可以说是观经书的心眼啊，核心啊，甚至也可以说是净土宗的核心。进一步讲，也可以说是整个佛法啊，整个佛法最终的目的啊。为什么讲呢？刚刚提出佛教的核心教理就是苦集灭道，我们呢必须要离苦，离苦必须要断己，就贪嗔痴，要断己必须要修道，修道才能断己，才能证涅槃，离开轮回啊。在这修道当中，刚刚就有提到有大圣有小圣，小圣就是解脱道，以37道品为主啊。那么大圣呢，就菩萨道，以这个发四弘誓愿、实践六度万行为主。那么这个菩萨道当中是净土法门啊，是登峰造极的。为什么？刚刚有讲，它方法上来讲呢，很容易，只要念佛，那只要念佛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能念佛的，甚至动物鹦鹉鸟也能够所谓鹦鹉水手来念佛，甚至动物给他听我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洪名，这个动物死了也能够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就方法来讲，几乎一切众生都能够做得到的。那么就境界上来讲呢，往生极乐世界就已经离开轮回了，而且极乐世界是涅槃的境界，所以往生极乐世界不进入涅槃又会成什么？所以不成佛会成什么呢？到极乐世界定成佛。那么这个根底都在于，首先我们有痛感自己是一个凡夫，是一个六道轮回的生死凡夫，而且是一个罪恶的生死凡夫啊。况且以来常冒常流转，况且就时间上来讲，况且生生世世，世世生生的到现在啊，还没有解脱，无有处理之缘。就未来来讲，即使进未来际，以我们这样现在的最后生死凡夫，也没有出离六道的这个机缘啊。也就是说，以我们这样的根基，即使有高妙的佛法，我们也学不起，修不成啊，因为有痛感，这样无力、卑贱、轮回的这个凡夫，因此就会寻找救度的法门。那刚好呢，就遇到弥陀的救度，所以这里说，彼阿弥陀是八大愿，摄受众生。阿弥陀佛的存在啊，是因地的时候发下的48大愿啊，愿发了又经过造成永劫的修行，才圆满成为那么阿弥陀佛，而成就了极乐世界。同时有这一句万德洪名，能够救度死亡众生，对我们来讲啊，我们无疑无虑，不怀疑啊，不挂虑的成彼愿力，成就是信受依靠的意思，信受弥陀愿力的救度，那这样呢，定得往生。这个定得往生就是指100%的，啊，100%的，决定性，不是或然力啊，或者可或者不可，它不是，它是100%定往生极乐世界的。那么有这两种深信，自然的就会以信心的专念弥陀名号，也就是说，信受弥陀的救度之后呢，我们只要落实这个愿，就
就可以了。不管你们写住坐卧，哪个地方做什么事情，时间多少，一旦有时间就念佛，以念佛为我们的生命，以念佛为我们的生活，自自然然就会这样。所以这个机法二心跟正定业是互相另外涵盖的。接下来讲一些有关的教理名相二缘啊，就是圣道缘跟净土缘。二道就是难行道跟易行道，二力就是自力跟他力，二障就是师母障、菩萨障，二教顿障、顿教见教，二行正行杂行，二业呢就正定业跟主业，这一些是名相。但如果没有解说的话，大家也不了解。二理就圣道理、净土理。为什么要提出二理呢？也就是说，整个佛法啊，整个佛法，把它呢组织、分析、组织、归纳的话，就有圣道理跟净土理的差别。那么我们这个法门呢，是属于净土理，属于净土理。那为什么要这样划分呢？让我们清楚什么是净土，什么是圣道，然后呢我们呢明确的选择净土，走净土的大道，这样才不会偏失。好像很多东西必须要摆列在我们的面前，然后划分出我们所需要的跟我们所不需要的，让我们能够很明确的就去拿，就去掌握我们所需要的。接下来难行道、易行道呢，就分别出圣道呢是困难的，是艰难的，是辛苦的。那么易行道呢，就是净土的。所谓易，易就是简易、容易、安易。简易就是说它很简单，所以容易，很简单所以容易，所以简易容易。同时安逸，它呢不辛苦，它甚至呢就是安乐。所以净土法门也叫安乐的法门。再来自利他利，圣道呢能行道是自利，自利就是说靠自己的功夫，靠自己的功德，靠自己的修行，靠自己的道来断己，断这个烦恼，来正念，来离苦得乐，靠自己的力量。那他力就净土法门，依靠阿弥陀佛的佛力往生极乐世界。所以这里呢，圣道人能行道自力，跟净土人易行道他力，这是两种不同的，甚至呢是互相对立的。那么这一些名相的背后，它都有教理的依据，有经典的依据呢，有祖师传承的依据啊。接下来二藏、师母藏跟菩萨藏，还有顿教、见教、正显、杂显、正定力助业，这是善导大师的观经书里面所阐释的。那么善导大师呢，自古以来尊称他是阿弥陀的化身，是弥陀化身。他呢每念一声佛，心中口中都会有一道光明出现。他是隋唐时代的一个高僧他由于弘化的地区大部分都在长安城的内外，他弘法的盛况呢，根据历史记载说，这个百长安长安城啊，百万人众的这个长安城，由于善导大师的教化，几乎呢满城断肉，大部分都吃素啊。当然，要百万人口全部吃素，应该不是可能，不是事实。但显示你是大部分都断肉的。有一则典故，就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这个成语，它的典故来自哪里呢？就来自于善导大师。
因为历史记载说把腿断肉，导致这个屠夫杀猪卖肉的人没有生意了。那么屠夫的这个个性呢，就是比较强悍、急躁、暴躁，所以他按耐不住，就拿了一把屠刀，要去找善导大师啊算账。晓得之所以满城断肉，来自于善导大师提倡念佛的教化，所以大家呢都想念佛了，所以呢家家弥陀，户户观音，这种盛况就是在唐朝时代的。那么这个屠夫来到这个善导大师住的地方，叫光明寺啊。一见到善导大师就很生气，就拿刀要杀善导大师。那善导大师是何等人物啊？根据记载说，善导大师就向西方啊，用手指指向西方，立刻显现出极乐世界的清净、庄严、美妙、安乐，当下使那个屠夫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感动，感动到怎么样呢？不但是这个回心转意、改邪归正，甚至呢，屠刀就丢下了，要到那个这么样美妙、快乐的地方。那这个世间呢很龌龊，为了生活，为了经济，每一天呢都要跟猪在一起，都要杀猪，这一种杀猪的这个罪业。他呢听善导大师说小点就必定能够往生，所以呢他就放下屠刀了，就一方面念佛，一方面走向光明寺前面的这个柳树上往下一跳。你这样一跳呢就死掉了，可是附近的人就看到他的神是从顶门出来，给阿弥陀佛莲花一接，就接到极乐世界去了。这个就是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这个最根本的典故，就在这里啊。那么善导大师说这个佛法呢有十名藏跟菩萨藏，十名藏就小圣的，菩萨藏大圣的。那么这个净土啊，也是属于菩萨藏啊。那么这个菩萨藏当中呢，大圣法当中又有顿教跟见教啊。那么净土啊，也是属于顿教啊，顿教。所谓顿教是什么呢？顿教的意思就是说，当下修，当下圆满，今生修，今生。离苦得乐，今生获得成佛的身份，这个叫顿教。那么见教呢，就是这一辈子已经完成，期待下一辈子，期待下下辈子，生生世世，这个是属于见教的。那么净土法门呢，在见顿啊二教当中啊，在全始二法当中，是属于顿教的，是属于圆教的，是属于实教的。那么我们刚刚讲啊，今生就能够得啊，得到成佛的身份，这是得，不是证。证的话呢，必须要断了烦恼，证悟了涅槃。但是我们烦恼，我们自己的力量是断不了的。可是呢，我们念佛，我们蒙受、接受弥陀的救度，将来就能够往生极乐世界。那往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无量光、无量寿的境界，到了极乐世界，寿命跟阿弥陀无量寿超越时间永恒存在。那么光明呢，跟阿弥陀无量光啊，也就是说安乐，而且充满了这个无量的愿力跟这个神通。那我们现在念佛，将来往生，虽然还没有断烦恼，但是已经得到的必定成佛的身份了，那么这个都有教理依据的。二起就正想跟杂想，善导大师把往生极乐世界以这个行门啊行门分为正跟杂。什么正呢？有五种，就是说一个修学净土法门的人啊，对他来讲，他的学问、他的教理啊，就是净土三经。所以专读诵净土三经，
这个呢是读诵上的这个正体。那么心中有所想象的话呢，都会专想极乐世界的清净庄严啊，这个是观想上来讲的正想。那么如果有礼拜的话呢，也是专以阿弥陀佛为礼拜的对象，这个是礼拜的正想。接下来如果我们有念的话呢，都专念南无阿弥陀佛，不杂念其他的佛菩萨跟咒语，这个是称念上的净心啊，正心。那么如果有供养啊、赞叹啊、十方诸佛菩萨、八万四千法门当中，阿弥陀佛是王，阿弥陀佛是尊，最尊第一的，所以呢，就专啊赞叹阿弥陀佛，专供养阿弥陀佛，这五种叫做极乐世界的正心。那么如果离开这五种之外呢，是杂醒。那杂醒跟正醒是什么关系呢？正醒都跟阿弥陀佛跟极乐世界是百分之百的关系，是直接的关系，几乎是融为一体的。那如果不是这五种正醒的话，肯定呢是跟阿弥陀无关的，跟极乐世界无关的。那么这个呢怎么也叫做醒呢？就是我们叫做净土的醒，这个是因为必须要回向。他如果把这一些功德回向将来往极乐世界的话，那么阿弥陀佛也会来迎接他。所以呢，这个也是算极乐世界的醒。不过呢，跟正醒来讲的话呢，它是属于杂醒。那杂醒跟正醒来比较的话呢，是怎么样？杂醒比较繁杂，比较繁杂，修的这个法门呢比较多。同时比较困难，比较困难，也比较辛苦，比较辛苦。同时，他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呢，不是很亲，也不是很近，因为跟弥陀极乐世界都没有关系嘛。那如果是五种正行的话，跟弥陀亲，跟弥陀近啊。什么叫亲？什么叫近呢？亲是心灵上，心灵上的亲密，心心。感通，心心相应，彼此的心融为一体啊。那么专念阿弥陀佛，就跟阿弥陀佛亲。为什么？阿弥陀佛发愿的目的就要救度我们，那我们也愿给阿弥陀佛救，而且想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岂不跟阿弥陀佛是心心相应，是融为一体的，是不相舍的，不相分开的，一体不离的啊。这就亲来讲。那么近呢，是身体上的距离。我们念佛，阿弥陀佛就跟我们在一起，如影随形，彼此不相舍。阿弥陀佛就跟我们呢，所谓这个夜夜抱佛名，朝朝还共起，与我们同出入。这个就是我们只要有这五正行，就是跟阿弥陀佛。心灵上的亲亲密，身灵上、身体上的如有觉醒不相舍，这个是正醒跟杂醒的关系。那如果是杂醒的话呢，跟阿弥陀佛不亲也不近啊，不亲不，因为他不是专想佛、专念佛、想极乐世界。那么现在虽然跟阿弥陀佛不亲不近。可是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也会来接引他，也来接引他。但如果他半途而废了，那就不能往生了。那如果是正醒的话呢，是从现在到我们临终，就永远跟阿弥陀佛亲近密切的在一起。这正醒跟正杂醒的这个差别。然后二业，因为就正定念跟助念，刚刚讲五种正醒，也就读诵。观想、礼拜，还有称礼、供养、赞叹，这五种当中，称礼是正定念。所谓正定念，就是说百分之百决定下来的。正定念是跟邪定念、不定念相对待的。正定念是百分之百如是因、如是果的。那么不定念呢，就不一定，或许能得果，或许不能。或许会退转的，不定。那邪定也就表示跟这个都毫无关系嘛，
那么变法就是正定念百分之百。那么其他四种呢，是促成他来专一念佛的必要的啊。譬如说，我们从台北到南部高雄，最直接最快的，就是开高速公路，或者是坐高铁。那么当我们上高速公路之前，从我们这个地方到高速公路有一些道路必须循这个高速公路的方向，同时要上高速公路也必须要上交流道。那么这一些过程就像五种正行的其他四种叫做助念。那么我们有了这助念，譬如说读诵经典三经，就了解极乐世界的庄严，无等慈悲救度啊，然后经过想象，哎，极乐世界呢真的是这样的庄严，阿弥陀佛是可敬可畏，可礼拜可供养赞叹的。之后呢，我们就能够专一的专称这一句阿弥陀佛的万德洪名。所以透过这四种助念，让我们来专一念佛。那么只要道理了解之后呢，我们就专一念佛，把念佛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让我们念佛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念佛，念佛生活化，生活念佛化，这是可以达到的。因为它简单容易，只要心中默念佛号或口中称念佛号就可以。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不管任何人、这里地方、这里的事情，只要不动脑筋的话，都可以一口念佛。小孩子牙牙学语的时候，你可以教他念佛，念习惯了，他一看到佛像，一看到寺院，看到出家人，就会合掌念阿弥陀佛，甚至梦中也会念佛。那么小孩子要到极乐世界，悟道其实是最容易的，因为他心里很单纯啊。这老人家躺在病床上，也可以嘴巴念佛，也可以心中忆佛想佛，所以五官念佛它是最容易的。所以上讲大师就说了，行住坐卧，不论时节久近，都可以念念不舍的。那么这个就是正定之念。为什么呢？是不念故，因为你念佛就随顺阿弥陀佛的根本念。阿弥陀佛说，你要相信我的救度，因此进一步接受我的救度。那接受我的救度怎么样呢？愿意到极乐世界来，此后呢，你就心中意念弥陀佛名，口中称念弥陀佛名。所以念佛就是顺佛念。就是随顺了阿弥陀的愿，跟阿弥陀的愿呢，就是你感应道交，愿愿相应。接下来看第二页，进一步提出净土宗的核心，经论是指稳，经就是经典，以净土三部经为主，论呢就是龙树菩萨。天心菩萨的一行的根宝经论啊，四就是我们的祖师刚刚所提的盘卵道错善导啊，他们的著作啊，中论著的安乐几老不绝卷啊。那么一就是无量寿经总要本啊，无量寿经的这个核心的经典是很多。那么为了浓缩成两章四页，所以呢就引用这九段。那九段呢，没有解说的话也不能明了，那要解说的话呢要很长的时间啊，所以呢就把它浓缩这两章，让大家回去呢可以熏习。那么在这里呢，有的只是学文练过，那有的呢是稍微消文啊，是做自己之文，净土宗圣教集五十五页，我们有把这个净土三经以及这几位祖师的论著
编成一本书，书名叫做《净土宗正教集》。那么这一本呢，今天我带来要赠送给大家，因为大家就是学生嘛，学生就是要学习教理。那学习教理呢，这个各宗各派重要的经典都要拥有，所以就来赠送给大家。《无量寿经》是若自己的经文，有一段说：“未著书列作不请之友，后准之物是重担。”传教士是爱敬父母之众生是若自己。今天给大家的讲稿所罗列的这个经论释之文，希望大家能够把它呢背在心中。这背在心中呢，就能够消自己的业障啊，增加自己的福报跟智慧啊，同时也会了解弥陀的救度，能够进入信受这个净土宗的这个领域啊。那么这一段经文显示什么呢？显示阿弥陀佛根性，阿弥陀佛跟我们的关系。会去树立做不请之有，树立就众生了。阿弥陀佛主动的来做我们的亲朋好友，他是主动的，不经过我们的祈求拜托。这个施展到我们的朋友不稀罕，总统当我们的成朋友呢，固然可贵。如果罗汉是我们的朋友，菩萨是我们的朋友，岂不更殊胜可贵了啊？那么现在呢，这个菩萨来当我们的朋友，甚至呢，阿弥陀佛来当我们的朋友，岂不更加难得稀有？何物群众是重担，凡是菩萨。他呢一定会代替众生受无量的苦，承担众生无量的重担，也就是罪业，以这来凸显阿弥陀佛。接下来如传教士是爱敬父母，以众生是若自己，阿弥陀佛把我们看成他自己，这简单的解释显示阿弥陀佛的慈悲跟我们的关系。接下来如来出自本怀文，如来无尽大悲，尽爱三界，所有出现于是光转道教，欲成全能，会真实之地。这段经文显示十方如来出世的本怀。那么既有在无量寿经当中呢，就显示无量寿经的内涵，就如来出世的本怀。接下来弥陀愿行超万无上殊胜之具足五解色是庄严波罗经之想，于不可思议造船永劫，即使菩萨无量德行。那么这其中最根本的就是接下来第十八愿之文：设我得佛十方众生自心心能一生我罗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者，为出无力诽谤正法。总共有36个字，这样就是八大愿当中的根本愿。接下来三世偈：我见超世愿必是无上道。无上道，思念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为无量劫不为大师主，普济诸贫苦，是不成等觉。我是成佛道，临超爽，最终不是不成等觉。这三个愿呢，也可以涵盖整个48大愿啊。那么显示阿弥陀佛的发愿跟成佛啊，是要成为超世，超越十方三世佛的啊。那么他所累积的这个佛的功德呢，都是要送给众生的，所以第二愿说普济诸贫苦，所以贫苦就是没有福报、没有智慧的六道众生啊。那么把这一些功德都能送给众生，那么这一些功德浓缩成为一句名号，所以说呢，你是成佛道人生超什么究竟有不稳，是不成等觉，所以名号叫做万德宏远。所有一代佛教八万四千法门的教理的功德、修行的功德，都是在名号里面的。那我们念佛人只要专称弥陀佛名，就能够拥有八万四千法门的功德、十方三世诸佛的功德、一切菩萨的功德、八万陀罗尼的功德，通通在里面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接下来10分钟我们院长有交代
希望我们同学能够提出问题，能够来回答。好，现在呢，接下来给我们同学提出问题。我想要提出问题呀，必须对这个法有所涉猎，有所涉猎才会进一步发现问题啊。人希望说这个以啊，有以才有物，没有以就没有物啊。那小以小物，大以大物，那可见说。一方面要讲性，一方面要强调义。那为什么呢？水毕竟有义，那义不破的话，就不能破义啊，破义生性，那转移成物啊。所以呢，要去发现这个问题。那我们净土中的问题啊，譬如说净土中提出一行道是谁提的呢？是龙树菩萨。龙树菩萨。这个异性品也可以说整个佛教当中这个叛教的这个好使，各宗各派如果没有叛教的话，不能成为宗派的。那最初的叛教是什么？就龙树菩萨。在哪里？在异性品。龙树菩萨把整个佛陀一代的教法分为异行道跟难行道，一行道来讲到。那么为什么这么讲呢？他是用世间的大路来批评的。他说佛法有无量门，如世间道有达有义。佛法无量门好像世间的道路一样，世间的道路有比较平坦容易的，那有要爬山涉水比较困难的，那这个菩萨道也是一样。净土法门是说弥陀救度，这个是属于易行道，其他的都是难行道。那他又比喻说，难行道像走路，那易行道像坐船，那走路辛苦，坐船呢安乐又快速，这就是龙树菩萨的判价。那这个问题就来了，真的是这么容易吗？它背后的道理在哪里？背后的道理是因为阿弥陀佛主动为十方众生发四十八大愿，主动为十方众生建设未来归宿的极乐世界。这种归宿是安乐的，怎么安乐呢？那到了那里就能够快速的成佛，假借弥陀力量快速的成佛，所以是安乐又容易。所以它的根源来自阿弥陀佛的愿心，慈悲智慧跟这个愿力，因此才成为义。那如果离开阿弥陀佛的救度，那我们既然没有救度，必须靠自力来自力救济了。那自力自己能够断自己的烦恼是不可能的，因为断自己的烦恼，龙树菩萨说这是难行道，这是苦道。那么除了净土法门专称弥陀佛品之外的各宗各派，譬如说天台华严唯识三论，这些是偏重教理的，这是难行道。那其他呢，律宗传宗密宗也是呢，所以难行道。以密宗、禅宗来讲，都要靠自己。那密宗的话呢，只会三密相应，它也有靠本尊的，但是它呢是半自力、半他力的。唯有净土法门，龙树菩萨用坐船来形容啊。那坐船显示什么呢？显示不需要我们的力量。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力量，从此岸要游泳到彼岸，我们没有这个力量。那我们如果坐在船上的话呢，那再怎样都没有力量，
这一条船会安稳的把我们渡到彼岸，涅槃的彼岸。所以从娑婆苦的此岸到涅槃乐的彼岸呢，靠我们的力量，我们没办法，那是自力难行，痛苦的。那若坐船的话呢，那就非常的容易。所以说你这个自力跟他力，那个原理在哪里？在靠你的愿力，靠你的愿力。龙树菩萨形容说，这如同坐船，那船在哪里？船就最基本号，那就是大愿之船，能够让我们从娑婆使用到极乐彼岸。那如何乘船呢？只要你专称弥陀佛名。那你为什么要专称弥陀佛名？因为我愿生弥陀净土。那你怎么样愿生弥陀净土呢？因为弥陀净土是涅槃的境界，同时又有弥陀的救度很容易，因此呢，我愿生弥陀净土。所以龙树菩萨在他的《一行品》里面就说：“乘彼八道船，一渡难渡海，自渡渡彼，我以自在者。”也就是说，念佛就乘彼八道船，把这句弥陀名号形容为苦行灭道的道。苦行灭道的道呢，浓缩就是八道，开展就是真七道品，这是这个声闻道来讲的，学生来讲。那如果是大圣，就六度法门啊。那么以这个八道来涵盖整个六度万行，所以说乘彼八道船，专念弥陀，那就乘彼八道船，能渡难渡啊，就能够渡脱我们没办法渡脱的这个生死苦海，自度渡彼。这句弥陀名号是能够让我们自己念，我们自己往生，也让别人其他众生念，让其他众生往生。同时，我们往生极乐世界，我们也能够跟阿弥陀佛一样的无量光寿，具足十八大愿来广度十方众生。所以这八道转这句名号是能够自度，不能够度彼的，而且是自在外的。所以龙树菩萨就说了：“我呢，我以自在者，我顶礼阿弥陀佛，我来赞叹阿弥陀佛，我来归顺信受阿弥陀佛的救度。”这就龙树菩萨一行道难行道的这个判教。问题是很多，甚至呢，我们这样的罪恶的凡夫、烦恼的凡夫、根基低劣的凡夫、妄想杂念多的凡夫，像这样念佛，也能够往生吗？那是百分之百能够往生的。为什么呢？也是在阿弥陀佛的愿力。我们愿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知不知道？知道。我们念佛，阿弥陀佛听不听到？听到。那么我们是一个烦恼炽盛、业障、业障深重、妄想纷飞的凡夫，阿弥陀佛知不知道？知道。知道。阿弥陀佛说：“你们就以你们这样的根基，来愿生弥陀净土，专称弥陀佛名。我知道你们这样的根基，没关系，我保护你，将来我接引你，不管你临终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临终，是寿终正寝、正念昏迷，或者是病苦念不出佛号来，或者是昏迷，甚至呢水难、火难、车难、海难、空难，那样的灾难来去世了，阿弥陀佛都知道，都会现身来接引到极乐世界去，容易一行道就在这里。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负责我们的念佛；对阿弥陀佛来讲，阿弥陀佛负责现在保护我们，临终接引我们。原理就在这里。所以如果论这个净土宗的核心教理在哪里？在弥陀的救度。在哪里？在我们的称别愿生。那这个愿呢，并不是说不能够得到，我们在这愿望盼望，那愿望盼望能不能得到，我们不晓得，
就看我们自己的努力吧。不是这一种愿，愿有两种，一种就期盼的愿，还没到，在这里期盼，能不能得到还不知道。那么一种呢是预约的愿，也就是说，他要给我们，是我们可以得到的，我们预约。那时间还没有到，但是已经预约了，所以时间到，我们就会拥有。譬如说，我们圆光佛学院，那入学的标准很低，你只要预约就能够入学啊。我们就现在预约人员入学，那时间到了就能够入学，因为它门槛很低。那阿弥陀佛的门槛呢？它没有门槛，它没有条件的。如果有条件的话，它就说你只要愿心的愿。愿意接受我的救度，预约我的救度，那么你时间到的时候，我就会来迎接你到极乐世界，面面相觑。那么从现在到临终怎么样呢？你就专念这一句弥陀名号，想念这一句弥陀名号。所以这弥陀名号呢是死啊，但是信啊愿啊也都在里面了。所以谈到这里呢，信愿行都互相包含着。提信的时候呢，愿行在里面。提愿的时候，信请在里面；提醒的时候，信愿也在里面，互相包含的。所以一行净土宗呢，是包括是这种八个宗派当中啊，最容易就是最殊胜，是不管我们出家、在家、男女老少、至于闲不下，都能够做得来的，是今生修。今生解脱的是一世圆满的，是当生可以成就的。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学生将来都要负责什么呢？负责传承佛法，负责把佛法呢传播出去。那希望大家呢能够自修净土法门，也劝他净土法门，自己今生解脱，以上引领众生今生也解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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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